周二，中国的军事战略正式发布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军事战略的白皮书，其中涵盖传统安全、非传统安全领域、新型安全领域在内的中国军队八项战略任务，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，以及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，高度重视经略海洋、维护海权等诸多细节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此外，这份白皮书还首次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，要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，维护海外利益安全，并首次披露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，包括密切跟踪掌握太空态势，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，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，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等。